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您分享一下 Luminar Neo 这个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AI 不。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Neo 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个 Luminar Neo 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AI。Jeez。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Neo。Luminar。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Neo 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神奇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Neo 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那这个软体真的是非常厉害，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自动的功能，但是它的自动功能变得非常强大，它会自己辨识你的前景和背景之类的。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切换到电脑。但是在切换到电脑之前，我们下面有一个就是下载连结。Jeez。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Luminar Neo。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Luminar Neo 这个神奇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Neo。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我们的 Luminar Neo 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那如果你喜欢，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Luminar Neo 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那这个软体非常厉害的就是它的 AI 功能，因为像是更进一步的自动功能、自动调色功能啦。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Luminar Neo。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我们的 Luminar Neo。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我们的 Luminar Neo 这个神奇的调色 AI 软体。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Luminar Neo 神奇的 AI 调色软体。那这个软体最厉害的就是它可以辨识说，像是你的前景啊，然后你的人物啊，然后你想要更换的背景啊，它都会自动侦测，你就不用再慢慢的去背，然后再去分图层来调整，全部这个软体都帮你搞定。那如果你对这个软体有兴趣，你可以在下面有一个连结，你可以去下载这个软体，那应该会有一些折扣之类的。没关系，那我们就直接切换到电脑咯。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 神奇的调色软体分享影片。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 分享影片啦。OK，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 分享影片啦。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订阅我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教学影片的 playlist。Hi， my name。OK， 这是我们今天的。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 分享影片啦。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教学影片的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还有，
如果你希望，OK，走我们今天的，OK，走我们的今，OK，走我们今天的分享影片啦、啊。OK，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影片啦、啊。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教学影片的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还有，如果你喜欢这个软体的话，或者是你想要试试看的话，下面有连结可以去点点看。OK，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Jeez. OK，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软。OK，这是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 分享影片啦。OK，我们今天的 Luminar Neo 分享影片啦，当然喜欢这片按个赞，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教学影片的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还有，如果你对这个软体有兴趣的话，下面有连结可以下载，然后就是可以试用啊，或者是你想要购买都可以。OK，my name is Kai Yuan，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拜拜。